大家好，我是大连。今儿俺爷生日嘞，家里边小聚一下。就是有的上班了还是忙，有的上学了。这小孩子上学呀，不能有这种就是请假去聚会这种形式，不要有啊。摄影师买了香酒啊。各自准备各自的菜，一个热菜师傅，一个凉菜师傅，凉菜师傅马上就来，这是热菜。妈应该做啥呀？做东坡肉的，三角肉洗一遍，焯了水，东坡肉。那你不是真歇了？歇了，我不是搞在那小炸，不是我了。你看看孙儿多孝顺。王红军，你天天做饭，叫我歇歇吧。啊，你没姜，有味儿啊！你回来了，赶紧拾起来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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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这个葱点到底下，就不吃那个，不吃盐的啊。放的料酒去腥，生抽，放点老抽上上色。肉呀，得煮两个小时啊，大火滚去，小火清炖。这啥鸡的不？叫麻椒鸡。麻椒。他说可麻。你看，这好点经济，挑菜的，今儿的掌柜的生日嘞。这一这一水经济整正好。这是做虎皮辣椒的。做的粥子，有丸子。要不然就我干锅。这条线只能跳下。好，什么叫洋葱？大洋葱。
烧糊涂啊，或者粉。这是炸的雪花球。涂了道。晾10%，晾开15秒了啊。晾板换滑铲。这老光年，活不好刮，这个苦得刮过。大开门。他都要整点鸡蛋。小马鸡。爸，你给我弄个菜来。你这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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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。叫东坡肉。东坡肉。烫手面。鸡蛋。嘿，这鱼放哪？辣的。鱼，毛三端。这菜齐了啊！今儿我们介绍菜啊。这是雪花球，这是虎皮辣椒，有瘦女果，那是大虾，有猪耳丝，有猪头肉，这是那个牛肉，这是香菇炒西兰花，香根儿，腰果，肉丸子，烧腐竹，这是。这是啥？那个黄花菜，有手撕鸡、肘子，这是干烧鱼、长寿面也是。今儿俺爷生日嘞，祝俺爷生日快乐！就是比较有的比较忙，上班嘞、上学嘞，今儿喽，咱们几个该爷过生日了。好，爷生日快乐啊！啊，好，我给你倒酒啊。有啥子？对呀。
那你喝点我喝了咱拿水吧。拿水。生日快乐。来来来，这蛋糕烧的。都是大岁数的，他都弄啥？你要大了，你就看哪个不好吃。我感谢啊。我跳扣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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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